哎、欸，我是蜜大舅 Much Bear， 今天呢是来蹭开箱，然后这一位呢又是上一次我们开箱游戏王的拿波，先闻一下味道。来，今天开箱的呢是这个，是伏魔死亡的腰带啊，我不知道怎么开，我现在卡住，就直接封打开就好了。我不知道讲什么，这个是魂伤的对吧？对啊，对啊，这是日魂的对吧？对啊，对啊，对啊。OK， 那这个呢箱子呢就是日本魂伤限定，然后他寄过来。那现在拿波呢，就是要来开这一箱。好了，交给你了，帮你打开吧。你自己明明一开始超兴奋，然后摄影机一打开，你就在尴尬个屁哦！我不知道，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了。这个很屌的腰带，其实我今天只是想要来蹭一下拿波而已。是伏魔死亡。你可以直接把盒子拿出来，你在干嘛？哇！这是伏魔死亡腰带。等一下，这一次好像跟其他腰带不太一样哎。对啊，对啊。之前其他腰带不是正面会是放这样，然后背面就是会讲说哦，这腰带它大概会怎么叫？对，它大概会怎么叫？这是正面，然后背面就没有什么说明，就直接就是疯魔死亡，疯魔死亡，欧玛吉欧，吉欧最好看的形态，其他都是垃圾。屁嘞！不要这样，光头吉欧也很好看嘛、啊。真光头之后玩具的音效好听。嗯。我觉得你讲这种话，你应该会被公干，尤其是会先被我公干。对不起、啊，你还蛮喜欢光头子佑的，不要这样。对不起、啊。哇、哦！你放后面。这是什么？哇！我怎么写有那么多语音？对啊，它就是你的左边会是人的语音啊。人哦，你说那个角色讲话？对，哎，右边还是左边？我忘记，反正它就是。好了，算了，反正我觉得不用看，我们等一下按就对了。右边是人的声音，然后左边是……对，我觉得重点在这一个。哇，看起来很亮哎、欸。对啊，它的颜色很大变，可是很大变金哎、欸。对啊，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觉得是因为金属光泽不够，有可能。因为它看起来还是很塑胶感，反而是那个伏魔的 SHF 好像光泽感比较够。我觉得还不错哎、欸，是它的那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细节雕刻都还不错啊。嗯，只是金的部分缺了一点。嗯，好，我来装一下电池试试看。啊，两颗鲷鱼烧，鲷鱼烧腰带，鲷鱼烧腰带用到。哦，装开了，耶、哦！哇，历经了千辛万苦，他妹妹的有够难。嗯，哦，杀蛇，你可以不要买这么困难的东西吗？哇呼！哎、欸、呀，那那个拆装的感觉很爽啊！那啪，那个啪，它会有一个。我已经不会再重装一次给你们听了，因为它好难拆。这是腰带耶！小朋友腰带，你别不上。看、欸，腰太胖，穿不下去。所以你要装吗？还是不用？不要了，我腰那么胖。哦，好吧。气死了！就玩腰带最大的困难就是你的腰如果不够细，你就只能请人家拿两只手帮你。我会帮你的。我会在后面当影人。我们来打开这个死亡腰带。哦，它是他那个那时候变身的那个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就是最后腰带变换的那一瞬间。对对对对。哎，我们来，我们先压，你要先压左边，先压右边，不是会有压猪人的声音吗？来，先压压压。我想压本人，所以这就随便你开了。我想压的只有本人。可是我以为他这边打开的时候会跑出像那个，对啊，应该会有那个吉欧这样子过去。对啊，因为那个什么吉欧那个腰带会有，他开关的时候会有个吉欧这样软过去。提醒一下，这边不能按。嗯，超废的。哦，主角的声音呢？哦哦哦，就是那个欧玛吉欧的声音。哇、哦！干，虽然我听不懂，可以耶。而且他讲好长 ，Oh my god！ 你到底要讲多久？哦，所以是老的跟年轻人在对话，应该是他把那个对话。哦，我莫西洛伊。哦，我可以不用看。我觉得年轻的不怎样，我觉得老的好好听哦。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有一个录音感的声音哦，对啊，可是因为老的他有回音，所以还好，听起来声音很棒，超好听。
你知道他有时候停超长，我还以为没了。对啊，中间都会以为说他已经结束。你看，像刚刚这边又开始继续。然后我想消压的时候，结果然后突然跑出声音。看这回音真是。这个 vocal 也太爽了吧！超好听。这个就真的不怎样。也得有。哦，时空破坏、哦，我有这个力量哦！现在我有这个力量了哦！不要随便找我打架，会输的。你还好吗？都可能。お前は私。お前は私。お前がどの時空をどう破壊するか。おお。無意味だが、助けてやるとするか。ジオ、同じようになれ。時の王者に。時の王者に。お前ならなれる。最高最善の魔王に。哦，又要讲那种垃圾话的。自高自善的魔王。啊 ，Gates 死掉那个时候是吗？对啊。幸せだったぞ。对啊。この時代に来て、そうか。お前の中に。Gates 的声音啊。どうになれて。不行，现在录音感太重，我已经听不太出来到底是男主角还是 Gates 的声音了。Gates！Gates！ 不行不行，我找到别人。我都忘记了。哦，就是我们刚刚打开那个音响。嗯。我。苏巴塞亚金。嗯。哦，有了有了，压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就会出来的。哦。有，终于这么久，这一面有亮了。终于亮了，我压很久嘞。而且那个蹦蹦蹦也蹦太久。嘿嘻，可是我不想变成，我一定得变。啊，他就回到第一段那个时候的。你只剩下变身了。啊，还有左边啦、啊，左边。左边就会变成说那个。他是谁啊？胡克诺的。不行，后面这段我听不懂，因为我只知道说为什么会知道这样。嘘，嘘ではない。嗯。私は王になりたいと願い、世界を作った未来のお前だ。你为什么自己爽成这样？也太爽了。听到他那个笑声就很想笑。魔王。可是为什么？最高最善的魔王的时候，为什么是伏魔的声音？不是？没有，因为之前他穿上那一套就会变成那个声音了吗？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是之前那个他们在打的时候，不是有一集他那个主角是被传送到伏魔那边？嗯，伏魔对对对对对啊，伏魔就跟他讲了一下他的之后会干嘛干嘛，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就是最高。最善的魔王就是你未来想要变成的样子。屁的，一样两个人都是讲垃圾话。好，对，不管你多老，你还是就是会讲垃圾话。中二病还是在啊。安心するがいい。遠くない未来。お前もさらなる力を手に入れる。魔王にふさわしい力を。己の思いを曲げなく。哦，这声音好暴躁。それこそ。不行啊！就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会一直让我想到《Dangerous Zombie》，那个语调太像了，偏向腰带。Dangerous， 原来是偏向腰带呀、啊。若き私、お前がどのような未来を選ぶか、楽しみ。楽しみだ。然后他就把他传送走了。所以左边全部都是 Omajio 的讲话吗？波动へと
它有那个呢，它可以转换成必杀模式。必杀模式要先变成。若き日の私。所以两边一起按吗？哦，这是左右同时按会变身。对啊，啊，这是变身前的，是对，变身前。哇，所以左跟右，然后所以这其实根本不是腰带，这是声音大合集。对，声音合集啊，一直也都这样。可是之前的腰带就是真的就是纯粹玩啊，嗯，那这个就是声音大合集变身前啊，没有，因为它这个算是特殊版啊，啊，啊你说的那个是一般的那种白色腰带。对啊，啊，你要把你的欧玛基友的脚头带来。带来没屁用，变身完我的头就在这边了，靠腰的。お前自身だ。他右边是有两种名字。お前は何のために王になりたかったのだ。他の王に認められるためか。哦，这个我们刚原本是压右边嘛，对啊，然后一般的语音嘛，嗯，变身完以后再压右边，也会有变身后的音效。哦，啊，左边嘞？お前たち。左边就是这里，就是这边14个音效。哦，所以左边比较单纯。嗯。啊变。啊这个嘞？所以应该是变身后的吧。左边长压以后，它会有一个声音叫出来，然后就可以有这四个音效。请问我长压喽？哦，是那个开头啊。这是意外。意外。哦，那么长久，哎，意外，他到底叫什么？我忘记了，你记得吗？啊，谁？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一只、啊，我知道啊，他叫什么？沃兹啊，对啊，沃兹、啊。为什么你会忘记他？真的，他是这一部的重点呢、欸，这一部死亡什么的都是屁，好不好？哎、欸，我讲很过分的话。審判の日。只是沃兹的声音嘛？不太像。啊，那这应该是开头的那个声音。嗯。都是非常爱的。他收录的音效其实蛮好的、欸，超多哎、欸，没问题耶、欸。因为这个价格好像可以接受了、欸，突然之间、欸、有没有想说他就是个垃圾的？所以他是这是每一集不一样的开头的那个音乐就收进来。嗯欸新哦新的王となる未来左右哦现在就变成是变身了对 啊， 啊我要一直压到那个最后一句喊变身的时候嘛怎么压是不用啦你就是直接按变身好了你有多不想听变身等一下下次什么等一下我们要想再开箱吗没有我想听那个变身啊很信哦这压好那你就压是不是我突然觉得我们是压错事我们先压左边再压我才不理你咧如果你真的要压我是不会管啦、啊啊！你就连压20次那个，那是这边，你就连压21次的，就一直啪啪啪啪啪，自己算。好，来试试看。哇！不行，我觉得后面一下比较好玩。来了，现在这一句话才是重点。你要压看一起变身吗？因为我这样要拿着的话，在两边压有点困难。很信哦哦祝福祝福哦哦哦妈的哦是要变成要只有一个吗对啊他变成要只有一个哦没有在同时压的话就会放绝招对啊放绝招啊我们来要测试一下变身后的音效哦好他不是会有那个握子说什么蛤哦哦沃兹哦是沃兹沃兹沃兹意外啊他就是在最后那一段啊就最后他说哦我变身完然后快点祝贺我对啊因为他想说你之前不是嫌我很吵吗对意外来了来了意外究極の時の王者その名もオーマジオオーマジオ歴史の最終章へたどり着いた瞬間である瞬間である。お前ごときが
像到现在会长痘吗？还是不会啊？啊，应该、這個、哦，好像会。天、欸、天啊，我刚刚那个拿的说明书一直挡着挡着吗？是鬼啊你！哦，不好意思。对。哦，就是那个伏魔这边的那个，对啊，就是那时候最后一战的时候，他就是在对他、就是、他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嗯、好像就是我已经知道你会做这个选择一样。超级好。哇，这边就没有那个了，没有落子了。他就把最后一节音效全部收进来了。我能接受的是，我准备好要听的是这里。哪里啊？哇！哇！オマシオの力って、オマシオの力。破壊するだけ、想像の前に破壊が必要だからな。哦，这就是他们那时候在讨论说，到底是要破坏还是要？嗯。嗯，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吉奥兔的回溯能力在干嘛？第十七。来了来了来了！我最想听。他笑声超魔性。哦，魔西多伊拉。啊，世界创造就是世界重来，然后那个时候沃兹什么都复活那个 ，Rocket 复活。所以我应该要开完大招后再玩右边的。你看，现在讲都已经来不及了。可恶！完全没有按照剧情在走。不是啊，连玩到剧情好像直接去看电视就好了。玩也是哦，这边就是要自己玩爽的。欸，他后面那个创造的声音超好听的，我来看一下大招的声音。这倒是超强的，就是他那时候开出来之后，他那个后面那个超大的时针啊，你说翅膀，然后这样子对啊，转成翅膀，然后飞下去骑士地那一段啊，然后之后地面那个燃烧啊，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不会，我觉得很好听呢。啊，之后嘞啊，我踢完之后我你嗯，酷哥。你刚刚是左边，左边吗？酷的，这里。哦，要压两次，放谁的狙压几次？而且那咚咚咚好好听哦。再加买，再要再增值。咚咚咚超好听。现在我想要放谁的狙都可以了，我有二十个骑士。第八个电王，没关系，你慢慢放。太好听了吧，这个咚咚咚。这咚咚咚不错，哎，好爽啊！这咚咚咚很好听耶。对啊。谁啊？谁啊？啊 ，Fights 啦，那个酷，那个龙形的 Fights。不累都能打击，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听起来很好笑，就是那种时钟在转身啊，咚咚咚咚咚。对，我刚要谁不累的了嘛？对啊，第六个啊 ，Hibiki 哦，跳过了 ，Hibiki 不错，我跳过。其实压九还蛮累的。他会把后面那个绝招的招式也念出来，有啊，刚刚这里都有啊。对，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什么 Lida Kick， Lida Kick， 安安，你有事吗？
所以我现在要养一只，差不多了。来打 kick， 第八可以借我压吗？可以啊，可以啊。我想要压电王。可以啊，你要压左边，还是你要先压两边？刚刚你是压左边嘛？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是左边，你就是左边压八下。压八下。那你要不要？没关系，没关系，你先不用动。哇 ！Who do you choose？是电王，是电王，是他那时候比赛线声音，我眼泪啊，一模一样哎、欸，我要哭出来。那电王还有吗？有第九，啊，他到 Kiva， 这个压很累，所以你可以选，想放谁就放谁，很开心啊，真的，只是别问一些，你到底在压什么？你还有几个时钟要走？你有病是不是？我等你等多久？没有了，第十。嗯，你怎么？你第十个忘记压？哎、欸，我第十个忘记压了吗？不好意思，我以为他压到左边第九个 Kiva 之后，右边第一个会跳到 Decade。第十个吧。他压得很累。Decade 的 Final Attack Line。哦 ，Final Attack Line。不行，那我们再重按一次 W。W の時、マキシマムドライ。マキシマムドライ。为什么他不是他头发？他头发，他头发。フォーゼの時、リミットブレイク。所以他会收入那个变必杀技的最后一段呢。嗯，我要第几个、啊？你今天要压第四个，你已经坏掉了。对，我已经压到忘记，我压到变脑残了。越来越快了，Orange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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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要压高一点 ，Ghost， 欧米伽多拉 ，Ghost 的玩是谁啊 ？B， 哎 ，Exade，Exade， 八下，我再按九下，哦 ，Critical Strike， 为什么不是不对 key 的那个？不对 key 是最终形态。啊！全部不是都最终形态的必杀吗？不是啊，不是啊！啊，对啊，只能招出那个。对啊，可是不对啊，他是招出一般形态的是那个 Ground 啊，那个佛魔好像可以招出最后，不是吗？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电视的上面他是没有招，他是都没有叫谁，他都是用那个招式而已。对啊，对啊，对啊。他是那个什么之后是。是他去跟那个伏魔打的时候，对啊，那个一般的都是 Ground 机会叫你还是没有 Drive 的表，对，然后直接把 Ground 直接把 Drive 变成自己的，很贱。最后第十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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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Break。
我们全部音效听完了、欸，真的很累啊！很爽哎、欸，它音效很多哎、欸，我觉得你这样要保留，我觉得，要不然你绝对会不知道你到底该，真的，我到底在压什么东西？对，你会玩超爽，他至少收过几个，算一下，超爆多好不好？这边就四十一啦，四十一，然后五十五、五十五、五十九，然后这里就又二十啊，七十九，然后八十八一，哦，总共有八十一个音效可以啊。好嗨哦！超嗨！直接把它撕掉，你就再也不知道怎么变成。好的，那个我忘记有几岁啊，七十几、八十几了吧？是吗？有那么老吗？我不知道、啊，反正老 Coco 要结束这段视频了，没办法再压了，再压下去，再压下去，那个人生就会直接飞天了，所以我们需要解除变身形态。就是解除是这个声音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是说右，不是说右边，对啊，右边长压，对啊。所以这样就回来了吗？对啊。若き若き、哦，就回来了。お前が夢を捨てられぬことは、这腰带其实好爽啊，蛮好玩的。真的也很爽。那这种是最爽的地方是，它可以压所有脚，不是是的那个，不需要买任何的表头。哦，对，每一个腰带就够了。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对。你什么都再也不用买。对啊，还想要转？还想要转啊？不是啊，我不想转啊，我还没买。不要讲这种话。我还没买，烦呢、欸。虽然说他不能买，但是他有八十二个音效哦。他超嗨的，其实玩起来比想象中还厉害。对啊，比想象中好，而且你可以听所有人的声音呢。我想要听电王声音，我就直接就一直按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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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无时无刻都在电王形态里。对啊，在对面可能会觉得你是脑残，你到底在压什么的？你的时钟有没有？不过我光是平常在家里面，我按一下我的表头，就会被我妈骂。我妈说就在好的，今天冯墨算的腰带就开箱到这边就结束了。对，今天冯墨就开到这边了。这个就是我变身后的樣子。你要帮我讲那个吗？我的那个片尾吗？你片尾是？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帮他订阅、按赞加分享。不对，你可以帮我整段讲吗？这样比较好剪。不会啊，这样帮他订阅、按赞加分享哦。订阅加分享的时候。大雄有机会送你一条 Oh My God 的腰带。你公司差死了，你不要害我，我没有钱，我连这一条都不用买，我只能来你家偷，然后送给客人，送给他们。你家偷谁呀？好爽啊！好玩呢、欸。我把音效关掉，你要再打开。那、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然后这是我们之后可能偶尔会出现来跟我一起拍一下的拿破啦，只是他不露脸。那接下来就是大雄的温拿破时间了，那我们下次见啦，拜咪。我的钓鱼烧真好玩，请假装我不存在。很信。好的，谢谢。你还没有放绝招啊？小心我没有翅膀。啊！他的必杀技超长。其实我刚刚应该要做什么，知道吗？不知道。我刚应该是你要变装后，我就在旁边拿一本书说意外。好，黄大雄的影片订阅、按赞就有机会看到这段非常惊喜的变身小转变。才不会，我会直接放上去，好不好？本期啊。